近日主持人张大大参加某表演竞技节目，上次因为演技被尔冬升评价像小偷，引发网友热议。本人也是现场表示，所有的批评自己都接受。近日他在综艺里本色出演主持人的角色，受到一众好评，网友纷纷赞其演得很自然，登上热搜榜。本身就是主持人出身的张大大，这次在综艺里本色出演，让大家对其演技有了新的